我叫徐逸阳，我今年21岁了。我有一段当练习生的经历，刚回国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站上舞台。现在对舞台展示自己这方面，确实可能没有其他选手那么。我在海外大概培训了3年的时间。其实我本来的性格是很开朗的。因为在海外那边待久了，就养成了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待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发呆的那种习惯。要给自己足够的资金，好吗？好的。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好的。我20岁，不是音乐老师的，然我也快转过忙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发光吧。我预言这一次，预言会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自信。我也预言你会喜欢我，所以请大家相信我，支持我，谢谢我。笑的时候有点可怕，笑起来有点可爱的徐逸阳，努力装可爱，但是有点油腻。不必不必。